是否爱过，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终于分手，分手以后又想重来，如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理由分开。如果能重来，回忆当作尘埃，心不曾被伤害，就能无瑕疵的爱。但是重来成功或失败，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？你是否爱过让你日夜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。